我这儿已经开了啊。嗯，好。可以准备开播了，我们两位一起手机来了来了。啊，可以准备开播了。跟着。是咋的？我椅子又变了呢。今天徐璐林，看这边都可以看，这些镜头都是，对，开始了，开始了，对，我们开始了，啊，欢迎徐璐林一来参加我们的明星特别任务栏目，然后两位来跟大家打个招呼，说一下今天自己的挑战宣言吧。Hello， 大家好，我是林一，今天来可以想一想。Hello， 大家好，我是林一，我是徐璐，今天来参加新浪娱乐的明星特别任务。需要成功挑战四个任务，在微博遇见特别的你，为我加油吧！加油！哇哦！哇哦！好，加油！哇哦！那今天两位是来宣传我们的新剧的嘛？我们在剧里面是学姐和学弟，全程我们就要不要以这个称呼来称呼对方？好，好的吧。学弟好，学姐好。哎，我们今天除了有四个任务嘛，然后还会有一个隐藏任务，我要先为你们发放隐藏任务卡，然后每个人的任务是不一样的，注意一定不要给对方看到，然后会悄悄的对我们两个的直播镜头展示一下。这位是林一老师的直播镜头吗？然后可以对直播镜头展示，不要给对方看到。然后同事们也一定要保密，不要说出来。谢谢。悄悄的看。都能看吗？对，可以给直播镜头看，但不要给他看。这太难了。小心，我们已经看到了。大家保密哦，不要，可以给他们看到，没事，但不能给学姐看到。就这些吗？这还能打开吗？可以拿出来，没有了，就这样。然后可以给镜头展示一下下。这他知道能怎么样？就是一会儿你在我们全程过程中要让他完成这个任务。那如果输了会怎样？他完成。输了会有惩罚哦。哦。对，你要认真看一下这个任务。太难了。就是全程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给你们两个来完成这个任务。然后他会协助我。他都不知道你的任务是啥。你会帮我吗？求你你这任务不一样吗？走走走。哎呀，林一你快说一下。不是不是不是。走。然后我们从这边开始。是人打开那个徐璐那个任务，看是什么？这是拍动吗？刚才下边那个应该是。啊，可以给我们镜头再展示一下下啊。对。可以再展示一下下。大家都看到了吗？可以帮助他完成。我这完成不了。好的，各位稍等啊，我都看见了，俩人的任务我都知道了。然后我们可以准备开始今天的环节了，可以往这边走。就拍照吧。来，先回答你们第一个问题啊，那个徐璐。脑门上贴的那是个创可贴，可能是有点小伤。另外呢，跟你们说一下这个他们俩人刚才这个任务啊，这个是，哎呀，我这脑瓜子。徐璐的任务是让林一撒娇卖萌似的说两次不要嘛，然后林一的任务是让徐璐说三次身体强壮，就是这个啊。来，老贾让我过一下，老贾来让我过一下。过一下，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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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心门啊，当心门，慢点慢点，别着急啊，你这看看。两位在这儿站定一下吧。是吗？拍一张全身。好的。可以稍微再往前来一点一点。好，来。来，两位一起。两人亲密一点，对视拍一张，对视。来。学姐学弟最甜，我们继续往前走吧。来，走，好。你说过怎样飞翔才能去到远方，
来，这灯可以关了，灯关了吧。现在这个照度够了。今天是良辰美景好时光的徐璐林一来为大家做明星特别任务，为大家发福利，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徐璐林一。欢迎，大家好，学姐学弟好。然后这边是我们电影组和销售组老师，这边可以给大家发发礼物。那这个要不要？要不要？给我们。我们礼物在礼物工作人员上一下礼物呀，上一下礼物，我们的礼物呢？你先拿扇子吧，介绍一下这个扇子，是不是因为你们俩太热了？咱都整体往后来点，别都怼脸上。往前走一走，往那个方向来，往那个方向走。我们的工位会有第一关的任务卡，要注意边发的时候要注意一下第一关的任务卡。来来来来，好，来来来，走走走走。不是，对，我们第一关的任务卡谁给了扇子？今天想要扇子。扇子。那我们的任务卡可能就在工区了，我们往前走。对，我们的任务卡在同事手里。来，后边注意安全啊！往前走。我们继续往前走，任务在这里，我们可以往前走。在这边，我提示一下，在这边可以走住了。学姐、学弟，这是你的任务。看一下在哪里。给你。谁有任务卡？拿好任务卡。学弟拿任务卡了吗？拿到任务卡了吗？拿到，我拿到了。演示一下吧。可以，我们可以往前走一走，往前走一走。我们可以往前走一走，看看我的任务。可以给我一个吗？还没到。都有了吗？然后我就不做了。小心点。七号是谁？老师们，上不过。徐璐，你过去，徐璐，你过去，对，你俩在一块儿。我们在这里，可以，你刚才拿到任务卡了吗？好，拿到了。来，同事们，来给留个口。给展示一下这个任务卡。来，咱们再往后一点，行吗？再往后一点。来，大家往后一点，不要担心。我们摄影老师留点位置，谢谢大家。大哥，你进去，你上正面去。对。好，当心脚底下东西啊！当心脚底下这边的。那任务一是我和三位同事共识练声念台词，让决定猜哪个声音是决定。然后转换身份，我跟三位同事变声念台词，师姐猜哪一个是我。输了会怎么样？打你！他猜对了，打我。所以是二。啊，好厉害！啊，林一打人了！全力暴击！
丸子。大家后面打乱一下顺序，不要被林一发现了。对，然后可以一个先说第一个，看要连续猜对三轮才算过关。哦，每个人都要说上面的台词。对 对, 对，每个人说一遍，他猜哪个是你。这个是。七七，那你们谁要先说？先给我看一眼那个。就是顺序打乱，我可以，他先可以，我们可以，可以的。那我们你先。来，徐璐。哎，老大，老大，我得过去，我得过去，来，老大。展示一下，展示一下这边，你上那边过去啊，我过来。让他展示，大家不要挤啊。来，徐璐，我看你。但是他，我还要这样。对，你就这样，然后可以开始说了。但是我今天肯定能听见。他会变声的，对。学生呀，思想单纯，任性沸腾，身强体壮，最重要的是乖巧听话。这第一个，这第一个。啊、这不是，这不是，猜出来了。然后第二个来喽。学生呀，思想单纯。是吗？不会吧！身强体壮，最重要的是乖巧听话。这第二个是吗？这个都说完了再猜吧。好，都说完了再猜。学生呀，思想单纯，热血沸腾，身强体壮，最重要的是乖巧听话。第二个。这么不有悬念的吗？为什么？你怎么猜出来？你那是反光镜看到的。我听到他说话。这么，我们学弟好实诚啊！学弟，没关系，你要连猜对三次。对，连猜对三次，第二次我们可以稍微调换一下顺序。那我站远。那我了吧？哎，不是不是，还是他，还是他。对你还是要背过去。啊，还背过去。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可以调换一下顺序，可以调换一下顺序。对，我们准备好了，然后可以开始。第一个来了，第一个，第一个，大家认真听，安静一下，大家。哎，都没听，说了吧，说了是吗？没听见，再说吧。再说一次，大点声，稍微大一点声音吧。你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台词吗？小学弟醋劲还真大。哎，完了，没对，说完了，说完了。那最后一个重新说一下。小学弟还真大。第一个，第一个错了，对了，对了，太厉害了！哇，学姐学弟的默契。你看到，我不是小龙虾，你这是小龙虾，说谁小龙虾？没有，连猜三对，对，关键最关键的一次，最关键的一次哦。如果他猜对了，可能一会儿就要惩罚你了。可以真打吗？这第一个。今天就让学姐教教你怎么做人。今天就让学姐教教你怎么做人。第三个，你为什么每次都这么神速？那你肯定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对，对吧？那你肯定听不到我的声音。到我了吧？对，那现在林一就获胜了。如果你也胜，你们俩就打平。如果你输的话，他就要有惩罚哦。然后这可以打我了。我们再找三位男同事，哪三位男同事愿意和林一一起挑战？有男同事可以踊跃一点吗？关键是人太多了，离得太近，原声可以听见。要是在离远点的话，这个估计还挺有难度的。我们的同事，男同事积极一点点，和学弟一起挑战哦。来啊，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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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声音稍微小一点，你要大家安静，这样避免可以听到原声。嗯、露露可以稍微再离远一点点。过分了啊，这个。这第一个，露露声，学姐，你家就。
点睡吧，小孩子。像几个场外人员。早点睡吧，小孩子。第三个我这样的我自家被生气了，我已经我这两位学姐学弟都好机智啊，往前站点，往前站，学姐学弟再往前也猜得出，可以想个招看怎么能让学姐猜不中。好了吗？你们很认真啊，这真的对，为了让为了挑为了惩罚你很认真。爱情本来就是简单又美好的，怎么一半一半呢？不能一半一半啊！爱情本来就是简单又美好的，爱情本来就是简单又美好的。就这个，我操！为什么？为什么？怎么猜到的？就他。为什么？只有他离谱。能换一个声吗？我唐老师换一个。能换一个音效吗？我们一定要增加难度吗？给学姐。喂。为了赢呀，你这个学弟真的是。喂。大锤子，你准备好了吗？你太厉害了。我待会儿大片吗？我们来了。好来。我们尝一下。你想拍那个女生吗？我拍了，待会儿。想我的时候不用太逞强，你太明显了。来吧，让学姐打你怎么样？打吧。打哪儿？打哪儿？打哪儿？哇，你也太温柔了，学姐真的是太温柔了，有捶背感。羞吗？你这个不疼吧？不疼，还挺舒服。觉得。因为学弟，其实是因为学弟身强体壮呀。你可以摆个造型，好，摆个造型，拍个照片。来看这里，小爷快拍，小爷快拍。今天怎么走？不是可以互相暴击一下吗？要不想工作，来，好嘞，好啦，好啦，然后我们接下来可以进行下一个任务了，可以边给大家送礼物，然后边寻找任务二卡，会在我们同事的手里，对，然后继续往前走。这边我们明星组的同事给大家发下的明星，对，这边是我们明星组的明星，对，这边是你们都看出来了是吧？对，今儿不是在总部啊，今儿是在平时我们娱乐频道这边办公地点。奶茶，哎，谁没有扇子？我没有。给大家发一发，给我给你们发三个，决定可以有一个。哦，好漂亮啊！哇，我们为啥也没有空手来了？不好意思。没事，你美就行了，宝贝。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支持。杨姐，这边。姐姐好漂亮，好漂亮。来来来，姐姐可以帮秋哥比划。给大家加个奶茶吧。七七，我的照片等一下好不好？我先发个奶茶好不好？好想要扇子，这扇子我倒是可以随手可以替你要一把，关键是我怎么给你啊这东西。我不配了，我要把扇子吧。说奶茶不方便寄，这扇子倒是能寄，关键是这东西你要有办法我就给你伸手要。没关系。想要喝奶茶吗？想要签名啊，签名，嘿。这要求是逐步的在升级，刚才还是想要扇子呢，这会儿就是必须得带签名了，是吧？顺丰道夫，你说清楚啊，把话说清楚，你是要扇子呢，还是要签名呢，还是要零一呢？现在要什么的都有。是吧？你们这些人呢，就不能惯着，这
这要求就是逐步升级，越来越过分。这边这签名都签好了，但是不是我的啊。来，咱们继续。哎呦我操，这真是，这活儿现在越来越难了。过一下，没事。三，你走。来，前面的同事们，让一让，让我们过去，谢谢。哎呦，今儿这人太多了。来，现在到了是我们新浪娱乐大号组啊，就这个微博组。以前要是经常看蓝胖子给各位直播这个新小编的话，对这个区域应该不陌生。特别提示我们的任务卡二都在这边哦，可以给大家发礼物的时候寻找一下。我上对面去，来来，劳驾过一下，劳驾过一下，劳驾过一下，过一下，谢谢。哎呦，来吧，这边行。要多跟我们同事问哦。找一下我们的奶茶，找一下我们的任务卡在哪里？看一下那个什么奶茶，奶茶吗？喝奶茶吗？对不起，我们要群里群里加油，群里还任务卡。就在这儿吧。你们找呀，任务卡。注意留意我们的美女，她是找一下任务卡。哥给我瞅瞅露露正脸吧，没问题啊，没问题，来，立马马上安排。哎，你说这直播过程当中这有什么需求你们尽管提啊，看临沂近距离。那你们先把手机屏幕擦一擦啊，咱们把这个舔屏的这个时间留足啊，马上这个可以安排，别着急。嘿，还有冲那边，来，完了，离我越来越远了。哎呦我操，这个位置的预判不怎么地啊。哎呦，抱歉。要玩两轮，第一轮三分钟，我们边快问快答，然后你们两个边堆积木。对，在三分钟之内堆好。这个先往前讲啊，发挥你的，亲爱的，别急。谢谢。咱们你来是吧？我来。历经了千辛万苦，又回归了正轨啊！我们两个人一起堆成一个。来，要看。三分钟之内哦，然后我们快问快答。计时开始了，是吧？你们已经开始了。对，我们计时开始回答问题哦。开始了吗？你们开始了吗？就可以开始啊！他们已经开始搭了，这两个人快开始计时了。所有的积木都要用上。对，三分钟之内，他不要。需要舔屏的各位都准备好了吧？接下来的三分钟你们尽情发挥啊！火锅还是烤肉？火锅还是烤肉？积木，你俩一起回答。一起回答。好。火锅还是烤肉？火锅。爱吃菜还是爱吃肉？肉。咖啡还是奶茶还是可乐？咖啡。甜豆腐脑还是咸豆腐脑？咸豆腐脑。肉粽子还是甜粽子？甜粽子。喜欢单眼皮还是双眼皮？双眼皮。徐璐和林一的身高差是？不知道。算一下。187，我166。19。在片场时刻18169。好。音浪太大，身高差还没有回答出来哦。
十八，十六，二十一，二十一，二十一。在片场谁更爱吃零食？零一。学姐。拍戏中，拍戏中谁更爱笑场？学姐。数学好，都不爱笑场。说出对方的三个优点。美丽、善良、大方。哇哦！学姐，学姐，快！帅，帅气，腿长，幽默，可爱。三个都不够是吗？我是边搭你边戏，我。两人平时都怎么互称对方？这怎么办？就没有办法集中听问题了。我们要还要回答问题、哦。回答问题哦。好、啊。两人平时怎么来互称对方？学弟。互称对方啊，学姐。好，我们重新开始，计时三分钟，如果失败会有惩罚。好，我不上手，对不起。问题也继续了，看剧时会磕 CP 吗？会。会。剧中印象最深的台词是？你学弟热血沸腾。我没拿全市第一。剧中第一场吻戏是哪一个？在预告里面有一个的。哪一个？哪一个？这问题是不是难到你们了？啊！换个战略。什么？第一场吻戏？对，是哪一个？在预告里面，在预告里面有一个。没播呢。对，没播呢，没播。对。啊，还没播。大家可以看，可以看。那我们大家期待一下。嗯、那最后一个问题 ，NG 最多的一场戏是？可以可以，算了，让他发挥创意吧。不，你们接着问吧。NJ 最多的一场戏是，没有。最多一场撒娇戏，我记得比较多。谁撒娇啊？我撒娇，陆景撒娇。好，撒娇。对，对，对，就是他还有好多撒娇，还挺可爱的。你们给这个造型取个名吧。造型。别盯了，没三分钟。要不你们往后退点。小丑都重新开始了。不是重新开始，不重新计时，不是，一共三分钟，过了，已经过了一分钟了，没事，你们反正你们要接受惩罚了。然后我们再给你们一个机会，第二轮我们不问问题了，你们专心搭，然后要搭到十层。十层？对，十层高。不要给机会了，惩罚他们吧。来，各位，今儿咱这直播无限延长了啊。那我们就等他们把这积木搭起来。哇，太爽快了，学姐！来吧，合唱一首《顺风》吧，好吗？好。需要用变音吗？不用，原声，那就原声。这是原声，这是原声麦。来吧。啊，对，原声麦，那就。北极，顺风。北极。顺着风的方向来到你的身旁，哒哒哒，结舍中我心疼，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风着风，我舞。啊！你俩搭了个这么默契，还不够。哒哒我舞，他们是哒哒我舞组合。没了吧？我们要发挥一下你们的才能。啊，这是什么？这里面还有正常的呀。或者平时你们爱听什么歌也可以唱，你们两个人喜欢听谁的歌？小情歌、小甜歌，可以给我们发发糖。小情歌，要不唱那个吧？嚯，这三千年以后十层搭好了，你这难为谁呢？换人给你直播。台上轻轻的歌唱，气声点亮了一片海洋。我望着陌生的、熟悉的脸庞，满眼都是漂浮的荧光。偷偷画上反面妆，谁又需要谁欣赏？要不是那情歌唱得太猖狂。好，哇，好，好，天，这个惩罚值了，我们可以继续，然后可以找一下下一关。好，我来找，然后给大家。嘿，你们这听着一点都不累，好，都开始在线点歌了，是吧？老
师们辛苦让一让，让老师好过去。稍微等一下，稍微等一下，让老师先过去。好看，我们还有一个文斗，这边是我们微博音乐和观察室的老师。你走，你走。应该在这儿。然后也可以让大家参加节目。老师刚到，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徐璐零一。谢谢。学姐学弟别忘了隐藏任务，隐藏任务。大家别忘了。在哪儿啊？隐藏任务就是刚才开头的那个呀，别忘记了。想不想看徐璐三个胶囊？想。哇哦，来一下吧。说不要嘛，不要嘛。黑撒娇。但是你得夸奖一下我的，你先说，你先撒娇，蛮有力，你先撒娇，你先撒娇，说不要嘛，不要嘛。哎，徐璐，你过去，你过去，你俩能不能站在一个面上？对，对，这样方便我们干活的。要对着，好，对着学姐撒娇，大哥行吗？不要嘛，来来来来来，哎呦，我辛苦让镜头先过去，我是想让镜头过。不要嘛，不要嘛。不要嘛，不要嘛。那你用四个字形容一下。比如说身强体壮，求老师。还求你，我都撒娇了，我撒两遍娇了。学弟身强体壮，热血。哎，哥们儿。怎么回事了？稍微等一下。哎，要在这儿请吗？都看不见。这边。这边可以继续给我们老师发一下礼物，这边是我们移动组的老师和原创的老师，给大家继续发一下礼物。谢谢。请在路上。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徐璐零一的直播，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徐璐零一，多多支持我们学姐学弟。谢谢。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徐璐零一。给奶茶。你可以边边走吗？如果还跳了，跳过，没太会儿走了。还要吗？想要奶茶。我往前走，我好不好？慢慢走。大家过来，大家过来。各位不好意思啊，我有点掉队了。学姐跟上呀，学姐往前走，学姐往前走去。你们等一下，学姐，她在签名。难，没事，万一耽误了。等一下，学姐，学姐，这边会有我们的第三关任务卡，我给你们找一下。快找任务卡！哎呦，好陡的镜头，我还挑上了。学姐能找到任务卡吗？对不住，对不住。找一下任务卡吧，快找，看看你够不够近了。待会儿这儿是不是有一环节呀、啊？好，你看他，我对我先打探好了。待会儿咱们就不动了，咱们先把 C 位站住。待会儿这儿有一个游戏环节。待会儿谁也，接下来的三分钟又是舔屏时间啊、哦！各位先做好准备。要找啥？可以找一下任务卡哦。哥，你喝奶茶了吗？哥不配。哦，我看到了。哦，这是学姐。是不是有谁在暗示？当然是你换现在还远吗？待会儿过来之后，咱就20公分的距离。你们待会儿注意防止那个叫什么手机屏漏电就行了，其他你们都不用管，把哈喇子都适当的收一收。剧情你画我猜，根据主题画面互猜对方的答案，如果输了失败方需接受惩罚，如鬼脸拍照。来吧，然后我们可以在这边画画。来，各位把 C 位留给我们。对对对，哎对，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哎，你看。朋友们呐、啊、，C 位就跟这儿呢啊！热。在那里画画了呀？对，我们要开始考验你们了。来，往靠我们这儿来。来。然后两位需要
画出剧中你们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或者一个场景。各画一座，对，都可以。然后他猜是哪一场？对，猜哪一场？画场景啊！对，要都画完才能猜哦。画了全景的镜头。画场景，要名场面的啊、哦！对，要名场面哦。太多了，我要为难他了，猜不出来了。那要容易让他猜呀？什么？不是，不能，我们两个一起画。不能让他猜出来是吧？都可以啊，但猜不出来会有惩罚。哦，猜不出来有惩罚。那、哦、你得解释得通。这是啥呀？我一下就跑了，哈哈哈哈哈！这有枪，过不去。没事没事没事。咱俩画的好专注啊！哎，大哥，我们学姐的进度好像更快一点点。画好了，很快就画好了。你画的，这怎么猜？哎，你们俩选了一样颜色耶，好有默契。哎，等我一会儿。学姐，你可以画第二张，因为我们不只要画一张的。哦，画对，你要多画几张，你只要把它烤住，你就是赢了。对，要不然猜不出来。嗯，哟，这我这个很简单。不行、啊，现在离得太近了，不能俩人都在一块儿。你学过画画吗？没有啊。来，我试试啊，这样行吗？没有天赋吧。哎呀，现如今没想到干这活儿、啊，胳膊短也是有优势的啊。这俩人都进来了，我要把新浪娱乐框进去。行，待会儿你们告诉我说，哥，我把手机屏擦干净了，哈喇子也收了收，我要干活，我就知道啥意思了，我就再近点，行吗？我先问个问题吧，这是啥呀？你问了，那就学弟展示给镜头看一看吧。对，我们可以分开展示一下。粉丝们猜一猜你在画什么？其实我也看不懂，学弟他画特别认真，这是已经播过的剧情。那学姐猜呀、啊，你不要透露太多信息。好，对，这个大家看出来是什么？这是一个哦，我知道，这个是那个游戏里面，然后我问他你为什么喜欢梁晨，是因为他长得漂亮吗？怎么样？是不是？错了。有学姐讲了这么多一大段故事，结果这不是机器人吗？可以告诉你是。但是不是你说的那场？我改变了学弟的等值，你知道吗？可以提示，要提示吗？啊，提示啊，就是这是我，这是你，这是机器人。啊，我都猜出来了，这提示是谁？学姐猜是哪一段呢？我这个人物这个姿态的这个描写，这个身体的动势，想象一下，我什么时候做这个动作了？伴随着一个台词，这个感觉。我知道了，我已经猜到了。这是我的提示吗？就是你觉得学弟的身材怎么样？你觉得学弟的优点是？说三个学弟的优点吧。学弟，你好聪明啊！我没想到。好，他帮你，我来帮你一下。对，他在帮你。学姐夸夸学弟，就是你看这个动作，不感觉就是很、啊、我知道了，学姐在装傻，她就是不想配合。好，这可以到我猜他了吗？那学姐就是没有猜出来。学姐刚刚想说、啊、刚刚想最开始以为这不就是石头的那个吗？就是你看，我告诉你，这我在这儿，然后我有人去和他们打，然后回来然后就没了。我知道了，那个穿红裙子的那一场，然后你说你看着学弟，你真的就是你这样的话，你会追不到学姐的，你会失去学姐的。我说啥他都说不是。对。到底是啥？你这样就会失去学姐。这个是那个军体拳，我说我给你表演一段军体拳，然后我这不这样吗？我以为你端水呢。抱拳，好，太难了，没猜出来，对，没关系，后面那个，站这儿，头发怎么没？站这儿，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谢谢。给你点提示，已经播过的，昨天晚上播的，你没看剧对吧？
输了吧。昨天晚上播的，我提示这么明显，我们可都看了，我已经猜到了，是不是？三十四，搞得你知道一样，不知道吧？学姐，对，学姐好一点吧。这是这是那个，就是这是我，这是你，这是手。我怎么把你刺穿了？这个，这是什么？决定你又开始放锤呢！快，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花。啊！我给你那个系项链。哦，对，啊，不是，不对。啊、对不对？我给你披外套。不对，不对。我也猜两次，你输了。那你告诉我这到底是啥呀？这个系扣子那场，我刚不说系扣子吗？你说系项链，细节，好，我画完了，你可以再画，画一下第二张。哦，我再画一个。我画第三张是不是？一共几个？然后最后我们会从中挑出一个，两个人现场还原一下。嗯，第一轮那两个人平手了，后面两个人你们俩一起完成任务，要一起互相猜中了就算通关，不然的话就要一直画下去。然后我们还要时刻警惕，还有隐藏任务。我完成了。隐藏任务要仔细看看，我不是我不许看一眼。隐藏任务是有，他输了两次。啊，完成了是吗？可以，真棒，真棒。这是什么？其实你好拉风啊。把风都带起来了。换一个。学弟这样可能追不上学姐的顺畅了，学姐画了三张了。我画的太棒了，太猜不出来，这真的就是有问题。你们俩一边画一边给对方发发彩虹屁吧。让对方开心了，然后一会儿多提示你们，他不会提示我的。怎么，你又画了冰淇淋机器人吗？我知道这个。这个是他掉威亚的时候下去，然后他觉得自己很帅的一个画面。对吗？也没有自己觉得很帅。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帅，所以才画这个？我就是一个比较标志性的镜头。是吗？嗯。啊、只是因为前面采访他一直在 Q 这边，我觉得那个镜头可帅了。毕竟掉了威亚嘛，好不容易掉死威亚。对，好，我猜中了，这是我第二张。这太抽象派了。没有你的抽象。上楼梯吗？这是在。对了，我要提示一下，最后这个霸是送给粉丝的。哈哈哈你们再最后一张好不好？我都画完了。这个是下雪吗？嗯，应该吧。不知道，老师，这是那个，我给你送那个耳环。耳坠，下雨呢，不对，你没打伞、啊。就这是什么？排队。这是一个人。哦。哦，这是那个我们的预告片。哦，哇，那个闪现剪辑你画出来了。哦。啊、我认输。那还要画第三张吗？你再给自己争取一下吧，争取。而且画了啊，两个才画。再画一张认真一点，画个粉丝的。我画个认真一点，你这个认真。非常认真，一看都知道。你们看剧了吗？看了，没真的吗？对啊。你们一看就没有看剧。你可以换个颜色，我知道了，是那个吗？是不是那个对吧？我看你换个颜色嘛，学姐，补充补充，就是那个别的颜色的，猜吧。给学弟考一个，给学弟补两笔头发。
下毛，每次我都把学弟的腿画的这么长。认真作画。这个非常好理解，可以展示一下。哦，学弟骑这能骑是吗？这不骑摩托的吗？摩托在哪儿？那个三蹦子吗？这是我。你在这挎斗上，你在这个挎斗上面。这个车灯，轱辘，哎，这轱辘忘画了。这是三蹦子。啊。就是那种，就是。你确定吗？对，然后你这是。这不是个花盆吗？好吧，你没猜出来。这个、画的是最像的了，这个是。还是那样，那你来拍学弟的。那我的画，我的好帅。那我这三张画的。说谁？是谁？这是在那个监狱里面，那个场景。惩罚是啥？说的。不是吗？不戴眼镜吗？我在监狱里有穿裙子吗？那你为什么戴眼镜了？忘画腿了。你为什么戴眼镜了？这是眼镜吗？好好看看。哎，你们能猜到吗？你们放镜了吗？你换一个红色的笔，他绝对就能猜到了。哦，这是爆炸的那个。不是，我是鸡窝头。我为了给你剃点头发。啊，这是我呀。是吗？这是你。算我猜不出来，决定认输了。你先喝酒，认输对吧？大哥，往后来点，大哥。我们都猜出来了。啊？嗯，是蒙面吗？对，因为对，这不是这么蒙面吗？是这样蒙面吗？没事，学弟，你接着惩罚吧。惩罚是你要鬼脸，鬼脸拍照，对着镜头鬼脸，白脸胡鬼脸。对，然后学姐满意为止。好，对哪个镜头？对，这边。来，那个什么大哥，你学姐可以认真看一下，可以满意为止。来吧，我是对镜头还是对他？嗯，对镜头。这是鬼脸吗？行不行？我问他，你给我留点余地。好，好，可以。多撒他叫麦麦萌就好了。再来一个。这丑吗？这不鬼脸吗？好。还有。是很卖命了，还有两个，你得心疼了吗？我不心疼，那可以为难他一下，就这样。那你就撒个娇给大家。啊！你干净了。学姐已经给你做示范了。呀。哦，你们两个人要不要一起撒娇对镜头？嗯，一起撒个娇。对镜头一起撒娇。注意一下。眨个眼。对这个。眼角。好萌啊，你们两个学姐学弟太萌了。好，那我们到然后给大家签个名吧。签个名要付这个环节就证明了一点，长得好看的人他咋着都好看，长得不好看的人呢啥时候都是鬼脸。你们确定这话需要我去抢吗？能，我厚一点。来，各位，咱都稍微往后来一点。来，
不要紧。可是我没有让签名的家伙事儿啊，扇子也没有，签名照片也没有。最后一张啊，每个人都签一个。来看看这个，看看这阵势啊，把我们林一和徐璐都埋在里边了。我们起来一下，对，我们可以稍等再签。嗯，学弟，我们可以稍等再签了。签在镜头上，你说我这手机得卖多少钱呀？稍等，让学弟签起来，我们可以继续往前走了。稍微让你再签。执行任务。对，我们现在执行任务。还有任务呢，来，今儿这任务比较多。任务完成了，学弟你已经完成完成了吗？该继续往前走。先奖品是吧？哇，你这配合他了是吗？你们两个已经开始非常的默契。好，可以，皆大欢喜。放心，大哥，这儿有箱子啊。再给这边音乐组的老师，大家注意安全。音乐组的老师时常给大家发奶粥，还有公众号、微信公众号老师，大家发奶粥。我可以要一扇子，然后一会儿签名啊。可是签完呢，我给谁呀？这事儿挺麻烦。哟。不是，我可以要，关键是这一签完之后给谁呢？我这不是还得做选择题吗？这事儿挺麻烦的。我们这边继续往前走。哎呦，王叔。多多支持我们徐璐林，多多支持良辰美景好时光。那我们谢老师，林一，我替你。那我们给我一个，谢谢。好，我要了一扇子，待会儿我让他们签名的，签了名之后，然后我转交给大号，让大号来抽奖。谢谢，谢谢，多多支持，谢谢。其实我要扇子的目的啊，是现在真的是热，我要扇一扇。是不是好舒服？返回我们的前台，来公布我们的奖品。把您的号告诉我们，不行，这种假公济私的事我不能干。喝奶茶吗？谢谢。谢谢。哎，不是，这撤了吗？等一下，等我们，我们拍一下。快去。这就走了？哎，不知道呀、啊。赶紧赶紧，没签名的赶紧去签去。跟得上，放心啊，丢不了。登登。来，等，来，等一下。对，我们先站这边。我们经过了一系列的智勇大冲关，然后完成了三个任务。接下来我们要公布隐藏任务有没有完成，两位可以互相公布一下自己的隐藏任务是什么。让雪莉撒娇说不要嘛。大家都听到雪莉撒娇了吗？刚才听到了。让我们恭喜学姐成功了。然后我们学弟的任务是什么呢？让学姐说三次身强体壮。所以学姐说了吗？说了。刚才非常配合。对，学姐都已经猜到的隐藏任务是什么？哇，那我们学姐学弟都非常棒，完成了我们的隐藏任务，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奖励。他俩离得有点远，同框有点费劲。账号向新浪电视、微博、媒体，然后发一条你们的。关键是一同框的话，我就得往后退，我往后一退，这 C 位就丢了。谢谢，就像刚才我的 C 位就丢了。看怎么
咱们这个角度比较独特。然后我们还可以互相颁发一下特别勋章。那谁说不是呢？你以为这活好干呢？不好干。辛苦啦，辛苦啦，大家都辛苦啦，谢谢大家帮我们宣传。现在宣传吗？我们学弟给学姐颁发吧，互相颁发吧。他也不太合适给我。那贴在手背上。贴在手背上吧。我们这个勋章有点简单啊。对，我们可以在这边拍个拍立得，我们拍一张合照。好，这样子。对。来，咱们看我。这边镜头老师，我们拍立得。老师，我们来拍立得，看一下我的镜头啊，来，一、二、三。你那是游戏的造型。老师还可以再多摆几个动作，来，可以换一个造型，两个人对视吧，对视一，还要表现这个吗？都可以，来，一二三，哎，老师可以甜蜜一下吗？就是对对对，比个心啊什么的，对，来，一二三，然后我们可能要稍微签个名，然后贴在墙上。要是拿我这个，我这个能提前看见吗？能拍好吗？拍好。哦。没钱有了。我们稍微等一下，这个拍立得显出来需要学姐学弟签个名，然后贴在墙上。那用什么？贴在这个墙上吗？行，待会儿等他们都下班了，然后我就偷摸把这面墙扛回去。学姐好看，为什么呀？因为学姐眼睛里有我。哈哈哈哈哈！其实你的比较好看。来，学姐，人家普通话都是说然后我们可以粘一下，对，粘在上面有胶棒。那你们别忘了关注一下，近期好多直播都是通过这号。你们下次来的时候跟蓝胖子套套词，要不然你说万一我那一不小心弄张签名照，我给你们谁呀？我都不认识。下次直播谁呀？我也不知道。然后我们要来这边拍个合照，大家稍微让一下，大家都稍微让一下下，大家都稍微让一下，都稍微让一下。来，大哥，你也推到我。来，灯，来。对，然后我们对着镜头拍，就是这个。稍等，谢谢光啊。来，两位可以稍微再往这边来一点点，可以。要不然一左一右吧，站到这个位置。那必须的，到哪儿都是 C 位。好，来，两位一起。可以在那个猫头鹰上比个心吗，两位？对，好，可以。好。哎呀，这个距离太近，两人抱不全。谢谢。那我们今天所有的任务环节都挑战成功了，我们跟直播镜头说个再见吧，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拜拜。拜拜。辛苦了。好，然后我们回到会议室吧。好。来，稍微让一下。好嘞，各位，今儿这直播就整整一个小时啊，这就。
告一段落了，我们别忘了关注啊，最近我们的扫楼了什么各种什么冲浪吧新同事什么明星特别任务的直播多的是啊，还是那句话，别忘了跟你们的哥哥我套套词，下次有点什么好东西咱们内部就消化了啊。得嘞各位，今儿就到这儿了，有回放没关系，刚来的一会儿我这儿一关你那儿就能看回放啊，拜拜各位。